始拍电影，仲喺1993、1994年凭住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同新不了情攞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Bobo 姐参演幕前演出超过半个世纪，饰演过无数角色，而佢呢日系饰演一位歌手，大唱经典金曲。謝修都有嚟支持噶，咁今日係咪同埋太太同埋仔仔一齊睇 show 咁樣？哎呀，今日我同屋企人嚟啦，咁就捧阿寶祥啦，咁啊個 show 好好睇噶。Fiona 同 Bobo 姐最近喺電影入面飾演母女，所以 Fiona 特登出席支持呢一位媽媽。因為其實我哋喺呢套戲裏面真係即係最翻立咗一個母女情，所以我今日見到即係媽媽喺台度唱歌，咁佢講又講咗好多自己好感人嘅嘢，我差唔多隔一首歌我就喊，我都未試過一個演唱會我係笑得咁犀利同埋喊得咁犀利，呢個真係 真心係第一個。Bobo 姐見到 Fiona 嚟支持當然開心啦，所以找了專人嚟招呼佢啊！我派咗我兩個仔坐喺佢隔離，咁啊話名咧就梗係陪佢啦，咁大粒聲，梗係派兩個哼哈爾將陪啦。其實咧，因為 Fiona 咧，佢做我個女啊嘛，咁我同佢咁老友，我梗係揾佢夾住我兩個仔有冇拍掌啊！到間店啊，佢話俾我聽。Bobo 姐話：呢次嘅音樂會雖然唔夠盡善盡美，不過自己嘅演出勝在夠情真，所以觀眾都睇得好開心啊！唔少人都話馬係好有靈性嘅動物啊，